我老实跟你讲，台北我住30年而且以前搁伫电视台做总监，所以我若知影的餐厅拢是老套子的。20年了，啊，我现在叫美丽。哦吼，安尼啊。丁是正港台湾传统的手烙菜，暗的好佳在我有来台北，我想起来介绍出来，甲大家来做分享。看，你也知影讲做好食的啦吼。啊，歹势，我要来享受啊！啊，我手机啊，翕几工嘛无电啊。以上报告，多谢收看。